6月6日，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债券继续停牌的公告。此前，经恒大地产申请，所有恒大地产存续公司债券自2022年3月21日开始起停牌。但2万亿的债务黑洞又是怎么前段时间许家印成为被执行人的消息大家都看了吗？公告显示，包括许家印本人在内的多家恒大关联公司需要赔付53亿债务。但我们都知道，恒大累计欠下了2万亿的债务，可能有些人至今还不知道恒大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欠下来的。想知道恒大如何身负巨债，那还得从他们初次迅速扩张开始说起。时间来到2008年，当时的恒大已经算是国内一家知名地产集团，许家印本人春风得意，打算在这一年让恒大集团顺利上市。但是一看到2008这个字眼，可能有不少人都想到这一年发生啥事儿了。没错，在这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恒大集团上市计划被迫中断，许家印无奈之下将重心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富商的帮助下顺利上市，而许家印本人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首富。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许家印是一个敢赌的人，只不过他大胆激进的风格既造就了他，同时也最终让他跌入万丈深渊。凭借着高杠杆拿地盖房和涨价去库存，恒大在2009年到2016年迅速扩张，几乎成为宇宙第一房企。哪怕是在2016年到2020年，恒大似乎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危机迹象，但很多人都忽视了2016年国务院正式推行的一条政策，即房住不炒。2020年三条红线的正式推出，恒大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最终被爆出了近2万亿的债务。大家对恒大暴雷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能想象吗？昔日非常热闹的某大售楼部，还有样板间，现如今呢，竟然成了这个样子。万亿某大，世界500强。这个是售楼部旁边的样板间，看起来也是破败不堪。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省黄山市郊外的一个超级楼盘，占地面积大概有500多亩，距离黄山市区大概有个20-30公里，户型面积也是小户型居多。大家看一下，名字叫美丽之冠，看上去非常大气。在过去几年呢，恒大在全国范围内开发了很多比较有名的文旅楼盘，就比方说上海旁边的海上威尼斯，还有海南省儋州市的海花岛，都属于比较成功的文旅楼盘。当然了，还有一些不是太知名的。黄山是一个旅游城市，旁边有着非常有名的黄山景区，修建这样的楼盘定位的就是养老文旅度假。这个维和式的建筑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酒店，这样的建筑让我想起了海花岛的欧宝酒店。在文旅楼盘里边总会搭配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就比方说海上威尼斯也有一个某大酒店。现如今呢，毫无疑问这个楼盘是已经停工了，现场很多施工材料也已经运走了，地下室看起来也是破败不堪，危险重重，就像这个洞，谁知道水有多深呢？曾几何时，这个售楼部里边也是人山人海，非常的繁华热闹，甚至有很多南京、上海的人来这边看房、买房。对于大多数买房者而言，肯定也不会相中他这个地段。之所以来这边买房，一方面是信任他这个品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售楼部样板间做得非常成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上随处掉落的都是之前房产销售的名片，可以想象离开的时候多么的狼狈。大家看一下样板间的大门，玻璃竟然是碎着的，肯定是有人强行进入。样板间里边破败不堪，就是这样的样板间，不知道坑了多少购房者呀。在这里呢，也希望某大扛起自己的责任，不要躺平，早日把房子交给买房者。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许皮带都要笑了，原来恒大的2万亿负债只是毛毛雨，另外一个规模上越来越大迅速膨胀的负债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就是城投的65万亿负债。在以往呢，没人关心这个负债，毕竟房地产行情非常的好，各个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非常的高，人们不担心城投的债会违约。但是现如今呢，随着房地产进入瓶颈期，人们惊奇的发现拿地的开发商越来越少了，哪怕在一些大的城市普拍的时候也是城投托底，在这个时候仍然拿地的开发商寥寥无几。在我看来呢，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城投会违约了。最近一件事呢，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就是遵义城投165亿的负债成功展期20年，前10年只还利息，后10年才还本金，而且这个利息从8%左右降到了3%至4%，利息也减少了一半。最起码前10年是不可能违约了，而且呢，这一任也成功的把责任和义务传给了下一任，把时间线拉长，这个负债规模就不是特别的大了。第二点原因呢，那就是货币超发，每年 MISR 仍然会高速的增长。去年我国 MISR 增长28万亿，10年前，也就是2013年，我国的 MISR 总量是110万亿，到了10年后，增长到266万亿。打个比方，假如说你在10年前欠了银行10万块钱，可能你觉得这笔钱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10年后，在这个时候，你再欠银行10万块钱，会感觉这真的是一点也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 M2 的高速增长，我们的负债越来越被稀释。现如今的156亿或者65万亿，看起来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在等个10年后、20年后，完全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